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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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er. Ha ha, okay. Higher.应弟子们多年的请求，这位法王如意宝净美蓬措尊胜的星子，在藏汉两地拥有众多弟子的西阿荣博大堪布，终于于2012年9月10日踏上了去欧洲的行程。被尊者的庄严气质所打动，汉莎航空的机组成员特别邀请尊者进入飞机驾驶舱参观并加持。他们说，尊者是自911之后第一位被汉莎航空邀请进入驾驶舱参观的尊贵客人。9月10日下午17时，尊者一行到达日内瓦。尊者在欧洲的第一站是红十字会总部。当尊者一行到达时，红十字会展览馆正在装修，不能对外开放。但是当红十字会总部的工作人员知道尊者一行想了解红十字会的工作时，立即做了安排。他们说，这样没有经过预约的临时性安排在红十字总会还是第一次。他们说变成大弟弟啊，有缘起来。第一打赏，第二他可能供养大法，就可能这是特别好，不干净这种东西，这特别好，不干净。哎呦，可能这个飞机上面一看，人的烦恼是真的不可思议，真的大洋嘛才能他们。所有的人啊，几乎90%天看颠倒，没有人一个安静带的一个都没有，到下飞机一直都看，不可思议。哎，挺舒服的，真的很舒服。你心融入在自然环境里，然后安住安住一下感觉。太好了，我们接了。太酷的了。他们没有处理心，处理心是街头的基础。萨克奇的家乡到了，真的太舒服了。
多少人？来乌州这个还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人得抑郁症，很多人可能自杀等等，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他们物质上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然后可能欲望越大越烦恼，欲望越大越烦恼。当地啊，一般人是当地没钱，生活条件上特别差，人们可能精神上的安乐那里地方都找不到那么安乐，全漳州人得抑郁症记录没听到过，从来没有。自杀的人更加更可能听不到，几乎没有。为什么？有信仰有关系，可能人格性格不同，自作不同，什么都不同，对峙的方法也不错，不同。9月15日，尊者登上埃菲尔铁塔，在铁塔的最高处为世界和平祈祷。9月16日，尊者离开巴黎，前往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尊者到达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在天使湾的上空，一轮巨大的圆轮彩虹迎接着尊者的到来。房东克里斯多夫是法国一家著名报纸的资深记者，深度采访过国际上很多的著名人物。当他见到尊者时，他说：“您是我见过最尊贵的客人。”他说他太高兴您来法国了。我们有缘。他说他非常高兴您来，他说我会带你们去很好的地方。现在你吧，好，那我们出发啦。今天克里斯多夫特地从巴黎飞来尼斯，为尊者开船，邀请尊者出海去领略地中海的风光。工作也很辛苦，是不是？非常辛苦。他说他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就是好像回到了最年轻最开心的时候了。他的太太是法国电视二台游戏节目的负责人，在巴黎，当他得知尊者一行将在他们位于法国南部的别墅里小住一段时间时，他非常的激动和兴奋。他说：“我亲自去为尊者购买了新的床单和浴巾，并自己用手洗来代替洗衣机洗，然后亲自熨烫。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略微表达对尊者的尊敬。”克里斯多夫的太太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克里斯多夫不再抽烟、喝酒，他希望尊者能够加持他。”在出海途中，一只即将成为晚餐的章鱼被尊者解救。就这样，克里斯多夫从房东变成了尊者的船夫，最后，他又成为了尊者的粉丝。
这天早上，他带来了他的邻居，一位著名的医生来拜见尊者。Il travaillait en chantant. Il frappait du pied pour tasser le sol, et il faisait ça en chantant. Puis il chantait, il tournait de position. Je n'ai jamais vu des gens qui travaillaient en chantant. 这个是应该这个藏人藏族差不多千人民有信佛，有信仰有关的关系。克里斯多夫被尊者深深的吸引，他答应尊者戒烟戒酒。无论是在喧闹的城市，还是在戛纳的海滩，尊者都利益着每一位和他结缘的人。你是这个以前有没有佛法接触过？有，我们可能听得见到，有缘。And for us, it's, I mean, we take this as a very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you here because for us it's like a miracle, you know. 有这个一定要你们。也佛法介绍也，我们那边没红石，我们那边没红石，我们那边没红石。这个观音菩萨的信主。好呀，好威，好威。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Thank you. I'm fine, thank you. 你们一切都好吗？人生很多，是很短很短的过，欠到这个人非得，你前世一点点做了一点点福报，是，光的欠到可能这辈子花掉了。还有我们放一个放生的车。知道啊，这个店感觉的自然就这个修行的状态，没错，到了当地以后自然就这个到上去了做工事，可能这个自然就可能这个一个修行的状态就自然偶然就融到佛法里面。前来拜访的是尊者在摩纳哥偶遇的两位导游。我是那个杭州的。哦，对，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巴黎，然后我后来毕业以后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们一起工作的。哦，你这个巴黎读书的吗？对，我在巴黎读书。读大学？读了研究生，巴黎读研究生。哦，我中国大学毕业。我也看过您写的一些话，就是很好，在论坛里面有很多人就是在发的。嗯，他是这里甘纳人。对，他是甘纳人，他爸爸然后妈妈绝干呢，对嘞，然后他整个祖祖辈辈都是甘纳的。哦，你这里什么工作？我们是导游。嗯，哦，所以你们明天如果你们想去哪里，我们可以带你们过去啊。释迦牟尼佛啊，法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给我们教育这个慈悲啊，然后这个啊慈悲的基础上，这个把菩提心这个，然后可能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啊开智慧的这个道路，这个一定要这个是法师的这个相信这个，然后升职为这个，然后我们修行的道友是这个认识的，对的意思是从今以后这个一定要依靠这个佛法，啊，然后这个。依靠圣灵是说的这个，从今以后这个啊，一定要相信这个，从今以后这个相信佛法三宝的意思。再给我写一下这样。好的。对，然后放在这里。嗯哼。
啊，铺垫地。他们成为了尊者此次来欧洲首次摄受的弟子。事后，他们庆幸地说，他们是被尊者捡来的。Hello.Hello.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他不懂英语，怎么？Ça va? Ça va. J'ai 86 ans. 86岁了。他觉得他很好。很好啊，长寿了呀，长寿。什么可能？爸爸不记得了。他说不是很多，没有见过很多喇嘛，他说很高兴。然后你要说什么？他第一次看到。哦，你没看到过电视上没看到过？在的遇到了的嘞，我一家里面电视上看到过，生活上还没见过。哦，有眼。适应怎么样？这已经是没相机好。俄罗斯典型的那种乡镇。对。还是在这么出来，天气又特别好。可不可以吃鱼的？你们放心，你们都没有最多有奶酪。你杜绝了一种心灵的交流，已经不知道跟别人怎么交流了，所以在路上都是板着脸的。很酷，但是他们是很难过的内心，但他不知道怎么样了，已经只能保持这样，然后显示一些物质上的，然后比别人好啊什么的，他自己不懂怎么改变了，已经物质要可能要是要物质以外，这个需要精神上层面东西，这个精神层面东西没有他，可能这个光物质要可能很难。你看现在很多可能有钱的有权力的嘞，有很多的自杀的意义者，为什么呢？这个最根本是这个还是没有精神上好，解决不了。我没做完。哎，你自己做的？根据他的那个照片我做的。9月23日，尊者从尼斯启程，返回日内瓦，在当地的一所治疗中心里接受体检。负责尊者体检工作的是一位瑞士籍的女大夫，她有四个孩子，是一个在学术上非常有威望的癌治疗专家。因为这次体检，这位专业的日内瓦大夫和尊者深深地接上了缘。一般肯定一般，我是可能热心的这个。Bon, alors ça c'est différent. Si lui le touchait ça le jeune, à ce moment-là il faut qu'il porte un t-shirt dessous qui soit plus près du corps, au lieu d'avoir quelque chose de large, qu'il porte quelque chose qui soit plus, plus serré, plus près du corps.Quand il, s'il a l'impression d'avoir cette sensation de froid, la première chose à faire, c'est de mettre sa main gauche sur l'estomac, sur le plexus. La main gauche, parce qu'elle correspond au cerveau droit, qui est le cerveau de la sensibilité. Mais c'est important, hein, parce qu'à la longue, ça peut traduire certaines formes aussi de maladie ou de fatigue. Parce que le problème, c'est qu'avec son existence, il donne énormément, il reçoit énormément, il est entouré, il a du monde autour, il a des disciples et des gens qui attendent des choses de lui, spirituelles. Ok. Grande explication pour petite chose.
尊者在治疗期间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了这位医生。在尊者到达治疗中心的第一天，他对尊者说：“上师，下次您来，您就住在酒店，我来给您治疗。”第二天，他对尊者说：“上师，我在湖边有一幢别墅，下次您来，可以就住在我的家里。”那天，一轮双重彩虹从尊者的治疗中心的居住处升起，跨越整个湖面。住在湖对岸的丈夫打电话给他，激动地说：“你快出来看，不同寻常的吉祥彩虹恰好就从你们治疗中心里升起了。”第三天，他再次见到尊者，说：“上师，我为你准备了礼物，将要供养给你。”第四天，尊者结束了治疗，将要离开之时，他跪在了尊者的脚边，皈依了尊者。他说：“尊敬的上师，我要皈依您，我要跟随您。这次您来治疗，您是病人，我是医生，所以这次您总是听从我的安排。但是从今以后，我做您的学生，我希望从此以后您永远管着我。”那天他将准备好的礼物供养给尊者，那是一尊水晶的普巴金刚和一对鹰的羽毛。他说：“上师，您就像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鹰，您一看见哪里有困难需要帮助，您就立即飞下来给予帮助。”走路啊，走路也挺好的。对，走路好，就是有点远，没用。他叫波波，是尊者此次来欧洲的导游，毕业于德国科隆法学院。从尊者到巴黎的那一天起，他便为尊者开车，并为尊者介绍欧洲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的健谈。浪漫的意思是？浪漫的意思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些出其不意，可以让你感到很惊喜、很意外之，就是说意料之外的一些惊喜，这叫所谓的浪漫。怎么大概举个例子？咱比如说，今天我跟师傅您出去散步，哎，走到那棵树下面，我突然间我告诉说，师傅过来看，我在上面刻了你的名字，你没想到吧？这是我昨天晚上偷偷跑到这儿来刻了一下你的名字，这就是我搞的浪漫。从见到尊者的那一刻开始，他便开始观察着尊者和他的随行人员。他带过很多从中国过来的团，有明星，有政府官员。他说，以前带团不是别人为难我们，就是我们为难别人。像尊者这样到处得到这么多礼敬，这么多尊敬的，从来没有见过。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碰见你。我们这里碰到有缘。师傅，我带了这么多年团，这次是最像开心的旅游一样，相当舒服。谢谢。缘比你不可思议啊！他开始觉得此次他所寄予的与往常不同。波波对佛法几乎一无所知，并且积极地追求过其他不同的宗教信仰。因为这次的际遇，他开始向尊者询问一些关于佛法的知识。对于这个宗教这一块，我一直产生一种疑惑在哪儿？就是说，我不希望就是说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我就所谓我就说我相信或者怎么样。根本的佛法道理啊，你知道就可能真正的可能业等动道理，业有感觉，业动也会有感觉，这个。佛法是真正的讲道理的，很符合逻辑，对对啊，符合，太有逻辑了，你什么都有逻辑。当尊者到达慕尼黑时，波波电话妻子，让他一同来到了慕尼黑，准备归尊者。
c'est faire de Meister, c'est faire de Mönche. Sehr geehrte Damen und Herren, liebe Freunde, wir freuen uns sehr, dass der Meister Zeit gefunden hat, uns hier in Erlangen, in dieser kleinen buddhistischen Gemeinde, zu besuchen. Es ehrt uns sehr, dass der große Meister uns hier mit seiner Anwesenheit beglückt. Er strahlt eine Kraft, eine Würde, eine Freude aus und er verbreitet Freude und vor allem gute Laune. Und durch seine Anwesenheit gibt er uns auch eine innere und äußere Zufriedenheit, was auch für uns hier im Westen sehr wichtig ist. Neben Arbeit, Wohnen, Essen, Trinken ist der Spirituelle auch sehr wichtig. Und es freut uns, dass aus ganz Europa viele Gläubige hierher gekommen sind, um diesen besonderen Tag für uns hier in Erlangen gemeinsam begehen zu können. Und es freut uns wirklich, wirklich sehr, dass der Meister unter uns hier in Erlangen weilen darf. Und vielen Dank an den großen Meister, seine Mönche und seine Begleitung, dass sie die Zeit gefunden haben, für ein paar Stunden, zwei Tage hier in Erlangen sein zu dürfen. Ja, vielen Dank. Dankeschön. Danke. 堪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弟子，弘法的一生事业非常广大，在当今世界上是最伟大的上师之一。那么堪布不辞辛苦的在各地弘法的同时，每年带领弟子放生数亿条生命，种类也非常繁多，也非常多，有牦牛、羊、鱼等。堪布非常慈悲。那么这样书上的上师呢，我们学习前行的时候，前行领导文有一个这样赞颂。这样书上的上师具有法相的上师，就是说密广大如虚空，等持光明如日月，智慧无量如大海，悲心猛烈如河流，如众生平等如父母，远离过患如白莲花。那么对于这样的书上的上师，我们弟子们，现在线上那个给上师做法供养，我们一起用德语、中文、英文还有意大利文念诵心经。 Bewusstsein. Oh, Saliputra. Alle Dinge sind durch Leerheit gezeichnet. Form does not differ from sunyanta, nor sunyanta from form. Praticava la profonda Prajna Paramita. In quel momento egli percepì che tutti e cinque gli skanda sono vuoti. 我跟他颠倒前面说一下这个，本来是这个，我这次来澳洲是这个没有安排这个，可能这个心中见面。 还有这个，这样的这个即兴发挥，这个这样子这个，我这个来从这个来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这个安排这个，这次来了，来的目的是这个看一看这个欧洲的这个环境，然后文化等等。今天这个这里相见这个，我也特别高兴这个，第一这个你们这个新进的这个各种语言的这个供养者这个。 我第一次这个，然后这我住了以后，可能这个传法要可能第一次这个，还是这个运气很舒畅，这个我也可能会有可能这个进行欧洲这个弘法类型的这个运营。在整个欧洲行程中，尊者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好”。 欢迎您来欧洲。嗡嗡啊啊吽吽。地铁龙脑筋接了，简直当把头把也弄，在接了面前了，娘老舅，伊老老一起走木着动，看着当街里当车间路，工商人进这不扎心哟。 然后我们要今天这个
师父和弟子的这个关系成立了，这个永远都可能不会分离上的，这个你们要可能我要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尽管尊者不会说他们的语言，而在这之前他们也未曾听闻过尊者，但是欧洲这一片土地却一直在期待，一直在等候，他们一直等候着这一天，等候着尊者的到来。